高雄一名男子聚餐喝酒之后酒驾上路，还违规红灯回转，被警方拦下。担心酒驾曝光，就出奇招，现场在原地跳啊跳的。原来男子想透过运动来排汗退酒，结果这招当然没有效。而台南又驾驶涉嫌酒驾，自撞路旁号志杆后，还企图弃车逃离。眼前红车没打方向灯，还无视红灯违规回转，未免太危险，警方拦查。你可能跳嘛哦，你规车拢偏偏的。下车受检，驾驶突然原地跳。你被谁玩运动这样呢？对啊。上下跳动在干嘛？原来男子想运动退酒。我都给他摆成太成就过。把握时间，男子拼命上下跳，路旁当运动场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想看能不能排汗加速代谢。无奈酒测值还是超标。要借由跳跃运动来排汗退酒，遭逮捕送办。所驾驶的车辆已遭当场卸牌，并一致保管。男子与客户参叙，酒后上路出奇招，运动狂跳，结局确认白忙一场。排汗退酒，这招无效。转往台南，这部黑车越开越偏，撞路旁号志杆。后续警方来了，但现场一度仅剩车辆，驾驶消失。走没走啊？走啊！你就是走没去嘛？我走没去。对啊。撞车后不行离开现场，驾驶狡辩也没用，涉嫌酒驾酿出自撞，侥幸上路，其实不醉驾就能避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